紫色的那一款。请问大家现在是看最前面荧幕啊？哎呦，这个像越深的地方走，电磁度越大，温度越高啊，压力越大啊。但是台湾呢，因为构造运动的关系啊，你看我们以前我们在看绿色的越高。那今天要看的就是以前看的页岩，现在多奥群，然后进到大南澳片岩，这个是中生代地层，就5亿或3亿这样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大概就是1亿前后，来挖隧道往地底下去看。就这个年代，反正就在2011年。你看它这个加减就是100万年，所以这边的话就大部分是片岩啊，也有大理岩，偶尔出现片麻岩，然后看看各种岩性，非常的。